不来，这个我们这个主要是秘诀就在个料，炒料早上。好多次隔壁邻居的梦想，想起了喝点酒啊，这个来喝一下，是吧？他菜都比较下酒嘛。经常来这个地方，是最喜欢那个鳝鱼那个菜嘛？因为其实平时我不太喜欢吃鳝鱼，因为感觉滑溜溜的，不是很喜欢。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鳝鱼就比较脆。跟其他旅行餐厅差不多嘛。我完全不知情，我们完全不知情。被评上了，我们才晓得的。中途哈有几波客人，他回来问我，他说你们这个鳝鱼是哪儿来的？我就跟他说是周边县份内江那些，就有个人给我们定点给我们收，每天给我们送上来。至于是哪一波客人，是米其林的那个评选的人员，我晓得。我们真的这个米其林这事情，我们都是懵的，都是一个意外惊喜。我们是多远八远川大过来的，莫名而来的，走路过来的。一般的中餐馆就整不出来的。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鱼类，鳝鱼不仅口感好，且具有多种功效，拿来煲汤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这儿的鳝鱼土鸡汤，这个是哈农家自己养的土鸡，然后鳝鱼就是来自自贡的土鳝鱼，鳝鱼不老，鸡比较营养，晓得吧？这个在我们是特色，也是特色。你看好香嘛，这个煲的时间要煲七八个小时呀。除了鳝鱼，这家店还有一道菜挺有特点，听名字就不一般。新疆桂竹南瓜，它跟我们内地南瓜呢，区别最大的就是胡萝卜酥多，它口感很好。我们就是焖黄焖新疆桂竹南瓜。餐厅装修风格很特别，里面还有一辆大卡车。并且包厢的命名也让人记忆深刻。老师卢夫，老师卢夫，马上来三个一起。外面则采用庭院风，吃完饭还可以在院子里头喝茶聊天，带小孩。作为一家米其林推荐餐厅，庭院399还是相当适合大众消费的。走的是亲民路线，我们这个价格哈，我们可以说吃贵包退。很多地方卖的鳝鱼哈，我不晓得它土不土哈，我反正自个土鳝鱼，肯定土鳝鱼加一赔白，都是卖一两百。我这价格所以很亲民的，会给带来更大的影响力。周末可以带上家人朋友来尝一尝哦。